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反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戒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戒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啊。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啊，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啊。
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段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啊，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它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啊，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啊，这个孝好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啊，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啊，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啊，佛说没这个道理，啊，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啊，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啊，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啊，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
啊，为什么呢？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因此呢，啊，就是出世啊，然后再入世。那么出世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他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幅，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幅了？三皈五戒在第二幅，为什么？啊，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皈依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啊，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啊，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啊。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啊，都在六道里面啊，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世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啊。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啊，标榜持戒的法师啊，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五年学戒啊，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啊。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啊。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啊，那么我们持了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啊。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了，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皈五戒了，那就禁止了
不可以去做了。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放下这个恶业嘛，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在世上啊放下了，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心理上啊还没放下，但是这个身口啊事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先静止起来，你先放下，然后再叫我们修观，修观就教你看破，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看破，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的，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在家是不邪淫，出家是不淫逸，现在受了这个戒了，禁止，这个就是放下了，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怎么去观安世全书也看了，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这个看到那个肉闻到那个香味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敬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那个日常法师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那吃素，还不能讲求口味，就是吃大锅菜。那个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底几滴油放些盐巴可以了，也不能吃水果。日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就天天吃大锅菜。就吃一个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也很难受但先放下
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你先放下。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啊，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啊，啊，慢慢呐，啊，再去观想，这样才能关得起来。啊，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放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所以最近，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啊，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成实，方悟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这一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啊，
啊，这个标准呢、啊，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啊，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时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呐、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呐、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在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怪。那么这个你能够作怪呢、啊？这个你心呢、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只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
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浮气呀，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呢，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气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
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啊，人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观了、关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看久了也麻痹了， 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观起来呢，印光祖师跟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死尽偷心呐、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示。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有忧虑、有恐怖，
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依无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呢，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呢、没放下。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呐、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换了一个案件。被当时的县长判死刑，在民国初年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被县长判死刑，十天后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去给大家讲普门品，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丝毫不懈怠，念到第十天呢，这个县长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午时三刻一到，就叫处死了。结果这个年轻人呢，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坐化了，就坐化了。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非常感动，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就想到这个死。想到这个死，他有一个逼迫感，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就不会松懈了，就不会松懈了，这是教门观想，那么你想到这个死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见观了，我们就要修这个了，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我们看第一想心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静就是安静这个静，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你一定要把这个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做观，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或者打坐，或者数息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
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啊，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择日迎新淡矣，啊。那么第二条呢，清衣享第二，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个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啊，人呐，啊，血气不畅了，啊，他就一块黑黑的，啊，一，啊，那么青色、青黑，啊，这是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呀，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透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师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啊，那这个冬天呐，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那悟人师在这个附近呢，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啊，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啊，那么他的妹妹啊，啊亲人呐，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呐，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拿引磬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啊，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啊，他给我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
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呢，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落虎成龙，势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龙穴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他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啦，收起来了，大家都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啊。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降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绛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啊，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
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淫心犯也。第五个呢，从旦想第五，静观鸡九虎狮，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筹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犯也。这个就是虫旦想，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啊，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它一样啊。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静观虎狮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啊，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啊，筋呐、啊，连在这个骨头，啊，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啊，金莲骨，如神素心，啊，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啊，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啊，所以下面就讲骨头散了。骨散想第七，静想死尸筋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啊，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不在一个地方。啊，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啊，第八呢，烧焦想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及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淫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曝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想观者呢，可于从旦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惜。啊，这个九想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淫心就没有了啊。啊，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呢，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